看望刘德华入行40年，演唱会就举办的多了。最近他有新尝试，推出了一个艺术展，和5位艺术家合作。佢好似系记录咗我一个由我接触到我自己认为系艺术嘅闪耀嘅线条画啦。咁由嗰阵时开始，我同其他人嘅沟通好似因为嗰样嘢而更加容易咗。咁我刘德华最多人讲嘅就系我努力啦。咁其实呢一种重复原来都系一种艺术。咁我哋选择咗将闪耀成为我第一个同大家见面嘅一个作品。